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rs 团队的河马。我也是进来 Hers 之后才认识这款产品。当时我朋友都说 Miniboard 很好用，所以就推荐给我。你也可以去他们公司应征看看啊。我真的觉得我们产品很神奇，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水变成白色的。我常常打开水龙头，然后捧着水，然后去看看里面的气泡，我就会觉得很漂亮这样子。因为水里面会有很多微气泡啊，就会觉得哦，我好奢侈哦！我竟然每天都用气泡水在洗脸，然后每天打开水龙头的时候洗脸就会很开心的感觉。我看我们官网啊，就是九成的水龙头都适用，可是很不巧，我家刚好就是那一层，内外都没有牙可以装我们产品。不过我去差别百货买一个转接环，大概也就比十秒再多个五秒吧，就把螺丝转开，再转上去。很快就好了。最大体感的差异应该是清洁剂的用量真的变少了，就可能是因为微气泡的关系，所以不管你是洗手乳啊、洗面乳啊，或者是洗碗巾，都可以感受到，哎，真的很容易起泡。还有洗菜的部分，转向版的 mini ball 真的帮助我很多。这边菜洗好了之后，可以转过来再洗这边的菜，所以我觉得转向型的 mini ball 在厨房帮助上真的很大。当然会啊，我家人也陪我使用 MiniBowl 两个礼拜了，他们也很享受这种用气泡水刷牙、啊、洗脸啊、洗菜啊、洗餐具的生活，而且它很有效的，真的把我们家的清洁剂用量给减少了。朋友现在来我家，打开水龙头，说：“哇哦，你家的水怎么是白色的？”所以他们也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，他们来几次我就介绍几次，让 MiniBowl 走进大家的生活里面。MiniBowl 走进你的气泡生活。